学什么技能试探一下，最好运气可以躲了 W， 你躲了 W 就不难打。其实鱼人是被沙拉斯给克的，无所谓啊，都拉到我家里去了，哥们。哎呦，跑的倒是快呀、啊！操，亏了亏了！把蓝皮要吃完吧，反派吃完了，我也吃完，公平。别躲 W 了，躲！躲掉就赢了，直播。你拉过来敢吗？哼哼，学聪明了呀，小子。想看戏法吗？这一下，哎，天生 W 太难躲了，各位。我准备好了。我先撤吧。他再补七个刀，我操！这杰这一点伤害都补不了吗，兄弟啊？我感觉能杀完啊！我给马上挂点火了，我服了，真能给他拿双杀。他还有传送呢，踩在浪花上，这是什么服装呀？我买面具。装备稍微有点差距啊，多我900块，刚好两个人，多我900块。你说我也逼一波，买一个这个小黄猪吧。不一定。等六级等个点火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反超他一波的。慢慢打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先丢过去，哎，就你会抓。就看你不爽，无所谓，换人头我就换。故意给他，给我把他拉进来，知道吧？
这 Mundo 什么出装？怎么出了个小黄书呀？我准备不做新增纲吗？来喂我鱼，哥们，来，搞天真了，我去找王公主了。冲蛋我也想杀。怎么三个零不敢跟我打呀？对不对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着陆喽！一比九吗？什么情况啊，各位？Q 的，不 Q 的，我感觉。沉到海底去吧！来。绝了！这一百块就算了，可以先买个鞋，然后打个先锋就行了。你们就来这把玩的先吧，各位。其实这种局最适合教学。我操，这要是被一打就玩不了了，还好。如果这个装备我都出的有点看不懂了，你。面具啊。就和游泳一样。变形，来。魔法是关不住的。带走，再跟谁作对矛盾？喜欢抓我来。再吃一波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他 TP 好了，不浪了，走了。我起飞。想看戏法吗？我能谁？他踢出来了。主要待会我们去不下路，但现在这个时机不行。我准备好了。怎么那么多呀？开中也行。An ally has been
一躺拆掉就好打了。点来挂上，给他踩一下。来拉我就怎么样了？我捡来怎么没挂上呀？我这里吃吧，兄弟，你人头你拿了，我这里吃。快点呢！但这个上单不能跟他嘻嘻哈哈的，点亮直接挂，知道吧？读书了。踩在浪花上。蒙德出的大面具，不是蒙德出大面具。很脆啊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着陆喽。十一级准备压三级了。王城在上。Ally has been slain.开始互动了。打得过我呀，哥们！压你三级，你跟我斗。没有操控会拆得很慢，但是也先拆的吧。你要说这个塔，别急。快点来，你打不死拉开。是。想奶血。那妹妹闪现了。他这个闪现完全是在跟我作对，兄弟们，他完蛋了，没招。踩在浪花上。哥、啊，闪现啊我！
隔壁呢，自讨苦吃。走了。450，还是想买个无忧，都没闪。你们这鱼人玩的确实油啊，鱿鱼了。真 C 了呀，各位。这一波肯定要被抓了，没事，我先过来。鱼雷，接了彩蛋，开两个，我打上了。不看，够了，带走，救一下，开杀戮，没关系，一起来接带走，根本不慌，走位。还在插眼，还要干我是吧？一起来踩一下。有 W， 你有几个眼啊，盲僧啊？走走走，走走走。有和游泳一样。蛇母由于渊源，降于天地，一切都是宇宙还是 destroy 宇宙。算了。想浪，我这个状态有点一般了。不浪不浪不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敢来中路站啊 ？ADC， 这一波我不行命了，我就找他。你想干嘛行吗？我准备好了。隔着梦游呢。没闪了，去干他，不急。来，你想换我呀？笑话。不要。蒙多也跟着打字了，蒙多不是被他打爆了吗？你别逗我呀，你这人！你还暴打起来了？小学生一样，我操！想笑这人打字真的。他被他干碎了，他林刚是硬跟他混。逮住！鱼雷！素质有待提高呀，
不能叫，不能叫。我要拆了他，就和游泳一样。鱼雷，秒，伤害不够，不知道。好人伤害怎么感觉这么低啊？我都绷不住了，这家伙怎么老是骂人呀？这骂的很难听啊，说话骂的有点难听。有多大？鱼雷姐姐，没事，我没关系。四百多吧。跟我还怕喷不喷啊？我又没说话，不是，我又没说脏话，我说我没讲脏话。萨娜梅，好，带走，完了被救了。不了了，我这的一也走不了了。我操，这个虚弱是有点伤，不然能秒的。分装了，巫妖比卢登伤害打得高，主要巫妖 CD 快，那现在卢登太久了。他不理我，他不理我，啊，屏蔽了我感觉。巫妖先带个线，到底要怎么出装？目前就这样出吧。如果对面有肉的话，你就可以把鲁登变成火炬加面具。巫妖鲁登变成火炬跟面具，有肉的话，但打脆皮我还是这么出的。目前，让他们先来，自己排一下。大鲨鱼啊，怎么说闪现能走掉吗？你没虚弱的 Q 一下，一起来踩一下，还是开沙漏，他还打出来开沙漏，再 Q 一下，马上再 A 一下，一起来再踩一下 A 一下，黑波 Q 结束，打团美如画，各位OK， 这波团还可以吧，技能伤害全躲，伤害先打出来。